你去玩嘛，但是不要凉喽，干活的人无聊吃饭的。要得。我们刚才也还有点。嗯，我想现在你老板是个什么样子？你也不知道。哇，你这个刺激啊！你先生刺激。哦呵，哈哈哈哈哈！反正都吃的不多。吃的，看你都吃的啥子？吃的过程。是的。我吃的。人看到没有？吃的那种。那是我在做的，太阳晒得好寒呢。那你在做什么？嗯，那你干嘛？穿的好多哦。你怎么不说话？哟，还是不烧的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喝水。那换用小盆热的。哎，看得好冷啊！哦呵，今天天气热了。你说我到底炒一会儿，我把饭菜炒好了，香的。我是不是我就一天里煮，那俺们不也包赚？
吃饭喽，今天吃不安逸，吃苦就生疼。哎，酸菜苦就生。那么子饭不苦啊？我好吃的，好吃的。我那天还挖的不？你去叫的。真冤枉。嗯，可能是短了。